一个称为 Way Up 的新手机应用程式，可以显示大家所在地区最近的堂区和活动。程式背后的推手是一名叫恩里克的26岁青年。这个是一个将教会内现存的一切集合起来的应用程式，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创造新的东西，就好像一个新的运动。因为教会在全世界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已经有很多很丰富的选择，例如基督军团、主业会、Hakuna 等等，有这么多活跃的堂区，有众多的年轻人。我们会问，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应用程式，将教会内现存的一切集合起来，就好像爱比营那样，视乎你在哪里，他会告诉你你周围有什么东西。目前程式提供三项服务，堂区、活动和备证，但团队已经在努力扩充应用程式的内容。蒙天主垂爱，我们会在10月推出义工计划。有很多人说，我来到一座新的城市，或者我已经在一座城市很长时间，我想参与义务工作，或者抽一个周末做中途工作，但不知道要去哪里。视乎你身在何方，你可以看到你家附近哪里有义务工作的机会，并且会告诉你工作性质、时间、参与方式等等。程式只是推出了三个月，在西班牙就已经有大约16000人下载。超过300个年轻人已经透过程式在西班牙参加各种团体。虽然至今程式只是适用于西班牙，但我们的概念将会继续扩展。在9月或者10月，我们将会在葡国推出，然后在意大利。我们也都计划在墨西哥和阿根廷推出程式。我们的使命是要做教会的传声筒，为团结一切，教会必须成为传声筒。我们不是要创造新的东西，而是等已经存在的、好的、必要的和年轻人所需要的东西发声。恩里克是阿乌特组织团队的一员，当中有超过50人合力推行有助教友灵修需要的项目，而这个应用程式是他们倡议的成果。